我的灵族的云光剑竟然在你手里，卓一尘大人真不简单，妖孽之口也配直呼我的性命？ 你们姬妖司萧条了八年，屋顶瓦片都长草了，近日好不容易有机会得以重建，我特意上门拜贺，卓大人却刀剑相向，唉，竹叶，你恶贯满盈，今日我必定杀你报仇，想杀我？ 想留人，留人可以，留妖不行。嗯，我倒数三，你收不收剑？三，二，一。你，卓大人，你习惯就好。卑鄙妖人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用云光剑刺穿你的心脏。 想这样吗？刚才都和你说了。
杀不死我。朱爷，怎么，是不是更难受了？小主，大局为重。朱爷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上书奏请朝廷重建吉妖寺，虽然丞相大人极力担保，但崇武应从中作梗，相王尚未点头。我今日前来是想送你们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将朱燕大妖捉拿归案，邀功领赏。这份礼物，卓大人，你可满意？还不够满意。还不够。卓大人真是贪心。那怎么才能让卓大人满意呢？现在满意了吗？我迟早会杀了你。希望卓大人。小卓的云光剑为何杀不死他？不知道。想知道吗？你偷听我们说话，卑鄙！偷听，我动都没动。我和范大人低声细语，你都能听见。你不是猴子，你是狗。狗的鼻子比较灵吧？你，卓大人别忘了，我是千年大妖，五感超群。你们就算站得再远，对于我来说，都像是趴在我耳边细语。放肆！谁在你耳边细语？你到底想不想知道答案？扯东扯西的，真是啰嗦。有话就说。你是冰夷族的后代，冰夷族血脉自古以来都是大荒妖族们的克星，云光剑的威力更是足以弑神斩魔。不过不过什么？你的用法不对。如何用？这是冰一族的最高机密，必须和卓大人悄声细语，不可被外人听进去。可惜这链子呀。请说。妖怪狡诈，没有上当。赵远舟，你在信中说能够助吉妖司勘破近日天都城内发生的水鬼抢劫杀人案，此话当真？无缘无故你为何要帮吉妖司？你一定另有所图。我无欲无求，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吉妖司一把。崇武营多年以来肆意虐杀妖兽，我是大妖，自然帮小妖们报仇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们人类的兵法里好像是这么写的，对吧？可八年前吉妖司覆灭，崇武营得势，也都是拜你所赐。杀害父兄的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。谁都能帮吉妖司，唯你不行。你们凡人是不是有句话叫“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”？
真的愿意帮助纪奥斯，倾尽全力，鞠躬尽瘁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刚刚还说无欲无求，果真满嘴谎言。什么条件？我想要纪奥斯里一个人来陪我一起查案。谁？这人二位都认识，指挥使范英大人，您的千金文萧小姐。大人，范大人送了三块令牌。待小周统领选定好最后的两个人，本官就发出正式文书，宣布吉奥斯重建完毕。裴思静，一支先遣精锐小队即刻出发，代替重武营接手水鬼抢心案。是猴。你们这个纪奥斯虽然看上去穷，地方倒是挺大，前面办事，后面住人，包吃包住，省得我再找地方落脚了。他怎么被放出来了？不是组建了纪奥小队吗？我怕你们甩下我，所以就跟来了。竟然跟踪我，不要脸。卓大人不是着急破案吗？我帮大家节约时间还不好啊？还差几个呀？还差两个，正好都是我最不擅长对付的两种人。哪两种？一个女人，一个小孩。交给我吧。13岁，还没我膝盖高吧？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找拖后腿的人了。在。你把话说清楚。他急了。他虽然年纪小，却可是京都远近闻名的神童名医。他不仅会诊人，还会诊药。啊！回来！虽有生气，但黄忠之术脉搏气口应是9分，你为何只有1分啊？除非你不是人。哇！医术果然不错。你起开啊！我这个银针很厉害的，能斩妖除魔。嘿，嘿，哎，没有人了。哎，纪奥司令牌，白九弟弟，我知道你不愿意，可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谁说我不愿意了？我可太开心了，我真的被选中了，娘，我出息了。
你是谁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裴大人，在下姬妖司文萧，有兴趣聊两句吗？没有，赶紧把他们唤醒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见过你这么荒唐的刺客。裴大人，一个月前，昆仑山下有妖物屠村，你奉命剿灭妖邪，原本有功当奖，可你却因此案深受打击，丢了军职。重武营中传言四起，你查我，你一直难以释怀，是因为你无法确定自己亲手猎杀的究竟是妖还是人。没错，所以我才辞去官职，就是为了不想再牵扯进妖邪之事。你不想弄清楚你的困惑吗？我查过了，一无所获。我们可以帮你。你们？好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在姬妖司一直等你们，他们说你们中午之前不回来复命，所有人要一起掉脑袋。我担心你们丢下我逃跑了，那姬妖司岂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倒霉了？所以我就半路准备出来迎你们，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这个山神庙里面，里面有……进去看看。走。没有妖怪，绝对有，这里绝对有一个。没有妖怪？有啊，这么大一只。不好笑。小姑娘，庙宇清净之地，切勿喧哗啊！谁是姑娘啊？不是小姑娘。
可能怎么办？知己有害。你笑什么？我杀人诛心啊，这位弟弟。弟弟，我年龄说出来，我吓死你们。这个人34000岁。哦，就是这个妖怪，千年老妖。你说谁是妖怪呢？那活得很久的，除了妖怪，还有神仙，懂吗？这里是山神庙，我就是山神英雷。在我的地盘敢对我不客气，下场就和那些地上吱哇乱叫的人一样。什么来头啊？口气这么大。半只妖，他是半神半妖，山神英昭的后代。啊？你爷爷就这么放心你，让你一个人出来了？哎，大荒的山神早都已经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空管我？大荒，大荒怎么了？白泽令消失之后，大荒就开始崩塌。爷爷他们不得不关闭了昆仑之门，断绝了大荒和人间的来往，这才缓解了崩塌之势。但那之后，又出现了一个妖兽，他私自强行打开了昆仑之门，然后许多妖怪跑到了人间，两界混乱，这才导致昆仑灵气进一步衰减，难以为继。我爷爷还有其他的山神，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神力勉强支撑，只是不知道要撑多久。哎呀，越说越烦，都怪现在那个白泽神女，大荒都快完蛋了，也不知道她人在哪儿。那你可真是不孝啊，你爷爷在大荒拼命，而你却在人间耀武扬威。我来人间不是玩的，我是来实现梦想的，而且我爷爷很支持我的。或许爷爷是知道大荒快完了才同意的吧。听起来显得你更不是人了。山海寸境只能用来去往你知晓的地方，你去过基奥斯吗？当然，我都去过好几回了。哎，开始。基奥斯是破不了案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送两位大人上路吧。真梅大人，
禀告范英大人，水鬼案已经告破，五人先遣小队特来复命。来日方长。这位是，哎，两位大人好，我是英磊，是纪奥斯新来的，厨子。太好看了，只可惜小猪哥没看到。啊？拍了一天药，饭也没吃上，饿死我了。小九，明天去昆仑山，我抓兔子给你吃。哎、来，不准撒谎啊！撒谎的人吞我的金针。必须的。有吃有喝，无需客气。文香。哼哼，嗯，哼哼，哈哈，瘟疫终于解决了，今晚值得庆祝一下。明月、秋风、虫鸣、夜露，今晚皆可下酒。好像。还少一支歌舞出现，你唱歌，大家敢听吗？你看我做什么？听闻卓大人剑舞技术一流，赏心悦目，来一个呗。来一个。这，小卓哥，来一个。卓大人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小猪哥跳舞，跳舞。哎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小卓大人平日里不苟言笑，让他舞剑也太强人所难了吧。你来了，我可以舞剑。赵允昭。你一把年纪了，也该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总有这时的法力千万句，不及一生我愿意。可是天把命注定，便与天为敌。月下清歌伴剑舞随风起，阴晴明月秋风意。下下小小的诗句，大大的传奇。你说这时的法力记一生我愿意，我说天把命注定，别与天为敌。我命里路和尘土随风去，爱恨都不再提起。不如做一场戏曲，把梦在水里。繁华世界里，斑驳的痕迹，岁月的习题，生命的悲喜，再唱三两句。用爱恨点滴，偶尔也逃避，偶尔也犹豫，不曾说放弃。我们的默契，穿越了回忆，无声的距离。拥有这世界大雨千万句，不及一生我愿意。我是天把命注定，别与天为敌。月下清歌伴剑舞随风起。要操三两句，用爱恨点题。我愿变成风，也想化作雨，陪你千万里。从南走到北，从东唱到
朝夕，烟火作戏。请擦亮双眼，前方就是昆仑山神庙。走吧。繁华世界里，斑驳的痕迹，岁月的谜题，生命的悲喜。操三两句，用爱恨点题。我愿变成风，也想化作雨，陪你千万里。从南走到北，从东唱到西，烟火作戏。你说这世界花一千万句，不及一生我愿意。我说天把命摆在天边，爷回来了。爷爷，快放手，老头子快被你腰酸架了。小英磊竟然回来了，怎么不去人间追求你的伟大理想了？追求还是要追求的，不过因为找到了白泽令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回来拯救大荒。哎，神女大人，这位是我爷爷英昭，另一位是山神竹英。见过神女大人，感谢文萧大人带回白泽之力，大荒山神接听您号令。竹英大人，我也是刚刚找回白泽令，能否拯救大荒，我不敢夸口，还需要各位前辈指点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你，臭小子！我打你再打我可还手了。哎，你还手，还手！我说让你别打了。我打你，你少跟我来这里丢人打了。我打别打了，净知道捅刀。人大哭，每个人都得给你躺平，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告诉你，这家规妖德，你都忘脑后了是不是？林州爷爷，我打。您就是传说中的烛龙，神女大人知道我。传说您是最神秘的龙神，可以照亮最黑暗的九阴深处。列阵，星河如壁，可震乾坤。呼！归阴，阴阳互照，天地相搓，和和。
怎么回事？朱茵，你，朱茵，你果然有问题。星辰阵法需两个山神才能完成。英昭，你一人苦撑没用，别再妄想拯救大荒。朱茵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和我有一样的目标。英昭，好久不见啊。忌惮的使用禁忌之术，难道也和我一样一心求死吗？朱茵，你堂堂山神竟沦落到跟黎伦狼狈为奸。鼠狼鼠辈，现在连骂人的话都拿我们妖来作例，你真行啊，赵元昭！你顶着别人的名字，在人间混久了，就忘记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妖朱厌了吗？你们的目标就是让大荒毁灭，让众妖赴死，是吗？你错了。是让大荒所有生灵可以自由地来往两界，不再受困于这荒芜贫瘠之地。小卓大人果然靠得住。皎月更美吗？
快杀了我。孩子，爷爷要走了。爷爷，这时候做什么？应召大人。发香。不太会做饭，我就只爱写锅子。我刚刚尝了一个，很甜的。小九摘的果子，小周大人要尝尝吗？
小九特地给你的，你吃。这果子挂得这么高，他应该费了不少功夫吧。小时候果子挂得太高够不到，都是爷爷顶出来的，他现在不在了。小周大人，爷爷都不在了，神女大人，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哎，小闪闪，没想到你平日里其貌不扬的，今天这身装扮还像模像样的，有点闪闪的样子。是吗？这还是你第一次夸我呢。我决定了，留在这里，守护昆仑，继承我爷爷未尽之事。用我小小山神的绵薄之力，延缓昆仑的倾覆。你要留在这里？是啊，我就不陪你们去大荒了。各位保重。我们后会有期，我会努力当一个山神，让我爷爷骄傲。你爷爷一直是为你骄傲的，英磊，你也保重。这个，送给你。路途遥远，希望能派上用场。嗯，总是要逃命的时候嘛。黎伦已经动手了，那我们快去。等等，先修复白泽令，否则就算我们及时赶到，也无法唤醒赵远舟。啊，对，药水。
大将，一起上，一人对付一个，总会露出破绽。用了那个是假的，有菜刀的阴冷是真的。什么？你们别闹啊！他把我菜刀抢走了，你们别乱来啊！啊！别信他们。敖英诡计多端，会一致化形，难以分辨。不要管我，我自己来。我们自己来。小九，小九，小心！你不是白骄傲，你才是黎伦。真失望，到现在你们才看出来。不再动手了，没错，多看几刀我不一定会死，但白酒一定会死。这节神木是我亲手养的，被困在日晷的300年里，我日日吹奏这首曲子，它自然会和我感应。
我们要去找赵远昭，这里交给我们。 我引以为傲的独特天赋，却可以被你的破幻真眼轻易看穿。这种命运里的宿敌，好没意思啊！那我将这破幻真眼送你，这样，世间便再无人能真正看透你。如烟，你不会后悔吗？ 我久了，也像现在这样，相安无事的下棋。记不清了。的确，有些事记得却不如忘了。七子争先，步步为营，最终却只吃了一子。 有意思吗？我人跟人待在一起久了，就连说话都变得拐弯抹角。人生如棋，若是一开始就错了，人生如棋。可我又不想做人，想做人的。 是你，我和你之间必有一人输。 No.
有我在，你揍！小九，少了你，我有点不习惯。小九，你一定会成为这天下最好的大夫，加油。小九，你一定会成为天下最好的阿强，我害怕。
做得到。 杀了他的话，你就先杀了我。小九，让开！你是凡人，不可能打得过我。不，在这幻境里。 心中的恐惧。 姐姐，你终于成功了，只可惜我不能再继续陪着你了。这一次，我是真的要走。 很高兴，我终于不再是姐姐的包袱，我也可以成为姐姐的铠甲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可是铠甲的命运，注定就是破碎，就像冰雪的命运。 注定是融化。手中一支箭，心上一根弦。这是最后一次保护你了。我却往北看，只愿风雪来的晚一点。你一定要。 斩不断，命数亏欠爱恨，辗转不甘绝望。不要丢下姐姐一个人。啊啊、不要丢下姐姐一个人。啊啊啊 总是在你身侧，像风围绕着花朵守着，唯一不凋落。
的因果反复错过的奈何，李乐，我曾经起誓，李乐，要守护大荒，不死不终。我李伦不负誓言，说到做到。追臣，你可要看清楚，别刺偏了。错事太多，所以一起死吧。应龙为拯救苍生，化人星辰，但后世也有人给他冠上妖邪之名，并以人为屠龙之尊，被封为神祇，却甘心归于红尘，做个凡人。这天地何其荒谬！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记得。小卓大人，这次你可不要再刺偏了哦。Thank you.
所以我早就决定了。不需要你为我选，这是我自己的抉择了。我愿生生世世背负着杀死挚友的罪责，就无需替我承受。我身上的毒都被我吸走了，放心，没事了。本大要厉害吗？你不会随便死的，你有时会一直陪着我的。你骗我，你这个骗子。世界话语千万句，不及一生我愿意。
是天把命注定便与天为敌，月下清歌半千舞随风起，饮尽明月秋风意，写下小小的诗句，大大的传奇。你说这世间发一千万句，不及一生我愿意，我说天把命注定便与天为敌。